江山如此多娇，因无数英雄竞折腰。人间如此繁华，邀九天神灵起扶手。乾坤大地，风物长宜放眼量。纵横万里，八荒六合平生意。锦绣中国。世界的东方，中国的西南，有一座独特的城市，重庆。这是一座创业之城，各种看似对立的事物是那么和谐地融为一体。这里有中国西部最繁华的商业街解放碑，也有洪崖洞的小吃，瓷器口的盖碗茶，穿梭其中，玩得这叫个情调。这里有火热的夏天，却偏偏同时吃着麻辣鲜香的火锅。热热相碰，吃的这叫个酣畅。这里有湿润的冬天，却又处处可见热气腾腾的温泉。进入其中，泡的这叫个舒坦。这里地处内陆，群山阻隔，却有着四通八达的铁路、公路和水路相通，还有中国西部最大的国际机场，直通多个国家的国际航班，有几十家国外领事机构，是中国西部最便捷的城市。这里既能聆听世界钢琴大师李云迪献给家乡的清越之音，也能欣赏川剧皇后沈铁梅千回百转的唱腔，还能看到那神秘的川剧变脸和吐火绝技。山水交融，天人合一，古今传承，魅力之都重庆，一直等你。发现世界，发现自己。福建电视台旅游频道。